在第五关，九千块钱。歌手是，哎，周杰伦，请派代表。周杰伦，你是谁？我熟啊，你熟？我也蛮熟的。是因为你刚刚唱太久，闭嘴，对不对？要休息一下。对，你闭嘴，闭嘴。周杰伦，请忙的新歌，哎，因为我从小就听他的歌长大。那么久吗？太 gay， 太 gay， 跟我一样，我听他歌长大的。但是你果然要操劳呢。对，很多用哎。好，来我来啊。周杰伦吗？来，你们看欧弟是周杰伦，欧弟呀，欧弟呀，周杰伦的歌曲非常的多，哪三首呢？请看。稻香最长的电影《黑色幽默》，好熟哦，稻香，稻香好好听哦，《黑色幽默》好了，哦，第一张专辑《黑色幽默》，《黑色幽默》，老师，萧敬腾，请你，阿健老师。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把眼泪撑不住。会交通，喂，这样就塞车了，喂，塞车啊，又没指挥交通，越塞越乱。被他一唱下，怎么搞错歌词？我想一下，难过是因为闷了太久，是因为想了太多，是这样吗？听起来很合理，又哪里怪怪的？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了太多。这个比较顺，闷了很久，想了太多，想的太多。后面有喉咙不舒服，那要先吃个龙角散。小庄哥，你怎么了？谁不舒服了？谁不舒服？不要看后面，用说的再讲一次。难过什么？说难过，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。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了太多，因为想了太多。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了太多，想了太多。对，恭喜你顺利过关。我比较顺利。目前顺利通过了五关，对不对？